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鼓手尼普和号手尼塔他们的真实身份究竟是兔子吗？今天经过我和学姐长达3500年的研究，我们找出了其中的证据，他们其实并不是兔子。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中打出112233，你将会看到其中的真相。小伙伴们，你们看，鼓手尼普的眼睛是紫色的，而众所周知，兔子的眼睛应该是红色的才对。你们看，兔子先生拉比变身前后的眼睛都是小兔子的颜色，红色。所以，小伙伴们，其实鼓手尼普他的真实身份并不是一只兔子。你们看，眼睛颜色都不是兔子眼睛的颜色，所以他并不是一只兔子。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号手尼塔。小伙伴们，你们看，号手尼塔在没有变身之前，他的眼睛也是紫色的，所以他其实不是一只小兔子。小伙伴们，你们看，变身以后，我们也发现号手尼塔眼睛的颜色和兔子先生拉比眼睛的颜色是不一致的，所以他们的真实身份并不是兔子。